我从未敢有勇气直面自己内心，明明喜欢一个人，却从不敢去关心他，也曾因为自己太过懦弱的性格选择走向大海深处与世告别，本该选择颓废的过完一生，直到我碰见了那个我一生中最爱的那个他。轻轻的我来过，我厌倦了大城市的人心冷漠，向往书籍潮汐小镇中主人公在小镇上被温馨故事治愈的心灵。我拿着近些年的所有积蓄，来到了和书上描述似曾相识的小镇。我有个特殊的能力，就是看见以及与幽灵对话。有个小我2岁的妹妹去世有一阵子了，只是她生前每天向我借书的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，而我也每次只是假装借给她一本书，这个小妹妹呢就会心满意足的离去。而这个小妹妹呢是邻居家的女娃，自邻居大女儿去世一年后，她的老婆也要再次分娩。邻居很高兴，毕竟过去这么久了，这位先生也要忘记她了吧。此外，邻居呢，我还有个养了一只猫的老奶奶。这个老奶奶年事已高，每天不嫌劳累的在海边捡着路人丢下来的垃圾，边收拾边骂着。此外，许久不曾见人的岸边，我碰见了一个在观望大海的陌生女性，只是我并不认识她，便没太在意。我有个书房，我对着我曾经购买过关于成功学的书发笑。现在颓废的我，什么也不是。不过心事太多呀，半夜实在睡不着，就想着趁着月光去岸边散散心。我看见了今天白天那个陌生女性，只不过是她的魂魄而已，看来也是压力太大承受不住了嘛。我上前去呵斥，你就不怕死在这儿这尸体浮上来吓到明天捡垃圾的老奶奶吗？她没有回答我，而是选择了消失。我坐在岸边开始反思，我明明只是想问有没有什么心事未了的遗愿，但脱口而出的却是站在理性制高点的智慧。邻居家小妹妹也是，我一直在假装高冷，甚至在她最病危的那一天，我都为是否去见她一面而犹豫再三，直到她走了我也没去。我内心那棵树早已枯死，像我这种冷漠的人不如死了算了。第二天，我看见邻居家妹妹的魂魄回来了，看来此时她已经见过自己的妹妹了。我想上前去敲敲门与她说说话，只是此时恰巧邻居也回来了，便作罢。邻居高兴地和我谈起在医院接生的事，但说着说着，说到他大女儿，邻居情绪崩溃，以往的笑容再也绷不住，大声吼叫一句我无法忘却，就甩门而去。看来他始终没有办法忘记那个离他而去的人。也对，丧子之痛哪有这么快忘却。来到这座小镇上，一直受这家邻居的照顾，我想帮助这位叔叔，我或许应该做点什么。次日，他大女儿魂魄向我借书，我这次没有像以往那样把书借给他，而是借他之笔，在一封信上写了他想对家里说的话。笔停，我说出了这几年一直让我内疚的话。我也和你父母一样，我其实并不高冷，我只是不敢表达，甚至在你去世那一天我也没敢说出。可是妹妹貌似并没有听懂，她只是很感谢我这些年来我借她这么多书，并说出了其实她也喜欢我。我偷偷的去邻居的邮箱里塞信，塞完到家门就响了起来，是邻居，是他的爸爸。原来是我塞信是被发现了，跑来质问。我只好解释，这可能是你女儿生前借书时留下的。邻居很安静，坐下与我看起了信上的内容。看完，天色渐渐暗淡了下去。邻居擦拭了眼泪，看似已经看开了。他大步地走向医院去看望新生命，不再逃避。我也很开心，我或许早该如此，只是我的心之树仍是枯萎的。那个月，我哥哥前来探望我，身后还跟着两个陌生的幽灵。哥哥说是来探望我，其实就是来告诉我他要结婚了。我问嫂子是不是个蓝头发的，他说不是。不过从哥哥的语气看来，他并不知道有个蓝色头发的女性在深爱着他，并为他投奔了大海。只是隔日我竟然在岸边再次看见了那个陌生的女性，她还活着没死。我被她吓了一跳，她连忙道歉说好像以为她以前在哪见过我才做出类似的举动。前些日子的幽灵应该是太过于思念哥哥产生的一种执念，她貌似也和我一样不敢表露自己的情绪，有什么心事也不喜欢告诉别人。我回到了家，拿出了我最爱看的那本《潮生小镇》。我因为这本书来到了这个小镇，也许呢这本书我觉得也能帮助到他。我们谈了很多，我们压抑的情绪呢也得到了些许舒缓。但此时只听到一声，我俩赶紧前去啊，是那个老奶奶，是那些扔垃圾的人。老奶奶家很简陋，后院呢堆了一堆垃圾，看来以后这垃圾就由我来清理吧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这位陌生的小姐姐竟然不嫌脏累与我主动一起清理，她是个好女孩。我收养了老奶奶的猫，当天夜里猫不见了。我躺在床上心想，关我屁事。只是我又想起了那次小女孩离世前我冷漠的一面。不行，去找她。可是一番寻找下来毫无踪迹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，看见不知道是谁把书打落在地上，偶然看见书上的一句话，幸福就在你身边，然后床下传来一声猫叫。哈哈哈，
原来你在这儿啊，狗东西。经过一系列的事，我发现那个蓝发女孩逐渐喜欢上了我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说道：你以前喜欢那个人，他是我哥，我不能和你交往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。他走了，她是个好女孩，我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那个，届时我也还喜欢她。这件事后我们在一起了，而且我也得知了一个道理，人呐，得直面自己内心，老是虚伪活下去没意思，不是吗？